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李继谦，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是人日，在这里祝各位观众人日快乐。那过两天呢，其实就是那么天宫玉王大天尊，我们一般人称为天宫的圣诞了，也就是正月初九。那一般在正月初九的清晨啊、凌晨呢，其实也就是说初八晚上，一过了晚上十一点过后呢，大家就会很兴奋的、很雀跃的上供给天宫玉皇大天尊了。那今天做这一场直播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拜天宫才算是合天心、合天宫的心呢？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其实，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呢、他是我们一般称为天宫，其实他也是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还有回教的上帝，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但其实啊，我觉得有时候人啊，那个分别心非常的重，他会说你的宗教是你的宗教，我的宗教是我的宗教，你不要讲我的宗教，我不要讲你的宗教。可是殊不知啊，其实无论是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还是一般人说的阿拉，又或者称的上帝等等等呢，其实讲的都是同一尊神，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呢，它显化成不一样的形象来度化那里的人。因此我希望哦，大家多看了我的直播之后呢，能够对佛菩萨和神明呢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子才不会去有一种很大的分别心，又或者去排斥别的宗教等等。那今天我们要聊南无天宫玉皇大天尊呢，我再跟你讲一点点他的典故。南无天宫玉皇大天尊呢，据说这有一世呢，他其实是一名婆罗门女子，而他身为一个婆罗门女子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发心，非常的善良，他特别喜欢护持佛教。因此在大伽耶佛过世了之后，涅槃了之后，对不起，在大伽耶佛涅槃了过后呢，其实这位女子就发心想要造塔来供奉佛陀的舍利子。因此她就找了32个朋友、32个人和她一起造塔。那等她阳寿已尽的时候，就凭着造塔的功德哦，她就升到天上去，和她那32位朋友呢一起升到33天。而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地势天主，也就是我们认识的天宫，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而其他的32天呢，就是由她那32位朋友个个都是一个天的天主，而玉皇大天尊就是所谓的总舵主了，他就是管辖其他32天，还有加上自己的那个刀立天呢的那一位天主了。因此哦，他的果位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因为他在人间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护持佛教，所以他身为地势天主的时候呢，在释迦牟尼佛想要涅槃不想要转法轮的时候哦，我在之前的那个影片有讲到关于佛教徒可不可以拜天宫，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所以他一直以来哦，都会去请佛陀开示，请教佛陀关于佛法上的修持的问题，然后不只是护持佛教，他当然也会护持我们佛教徒。因此佛教徒去在这正月初九去拜天宫呢，其实有一部分呢也是在感谢天恩。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耶，其实这个天哦，如果没有天的一种恩赐呢，你想想阳光从哪里来，大雨从哪里来啊、哦、我们不只是要大雨，我们还要有小雨哈、来滋润大地，来灌溉我们的稻田，让我们的稻田呢每一年都能够有好的丰收，让我们哈、能够有五谷杂粮，能够有蔬菜，能够有水果等等等，这一些哦其实都是天地之间的一种恩。天高兴的时候它当然就会降福，天不高兴的时候它就会降祸。可是所谓的高兴不高兴，不是说它感情用事啊，又或者情绪化，而是哦，他看到我们人的一种善恶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善行很多，常常有善念，常常会发出善光，常常人与人之间是和和的，而不是去一种吵架啊，一种顶嘴啊，一种辱骂啊，无论是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上也好，那天宫看到我们人啊这么会做人的时候呢，他当然就会非常的雀跃，
就会降福给我们。可是哦，人与人之间呢，往往呢很多东西都会不合，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观众呢，有时候哈、是人事上的不合，跟家人不合，跟同事不合，跟妻子不合，跟老公不合，跟爸爸不合，跟孩子不合，兄弟姐妹之间不合，等等等等等。因此这当中哈、就让我们人呢产生了很多的，因为贪嗔痴而产生了不合，也因为了这种种种的不合呢，有时候就会有恶念、恶行以及恶语，说出来的话呢就会有种恶语在那里。那在这春节期间呢，我想要提醒大家，当你要去拜天公的时候呢，我希望，因为通常都是一家人一起拜的嘛，那我希望大家去拜天公的时候呢，把你心中的恩恩怨怨给放下，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拜天公的时候不要还是想着，哦，我刚才跟那个死鬼老公吵架，吵到我真的很生气啊什么，不 OK，记得要用欢喜的心、雀跃的心以及感恩的心，明天晚上11点去拜天公。那另外一点要告诉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哦，我们买那个供盘的水果，那些盘上面呢，其实往往哈、都会有一个字刻在那个果盘、供盘上面，就是一个福字，又或者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发字，有没有？那偶尔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是写佛字等等等，那这些是告诉我们什么？原来哦，我们去供养佛菩萨、供养天公的时候，我们在修的就是资粮道，我们就是在修福啊，各位。所以修资粮重不重要？重要，因为人间我们需要什么资粮？衣食住行的资粮。所以重点来了，各位观众。我们在供养佛菩萨，又或者供养天公，我一直讲佛菩萨，其实我应该讲天公，因为明天是天公诞，啊，后天是天公诞，所以我们在供养天公的时候呢，有一点要非常记得的，我们人间求衣食住行嘛，对不对？希望这方面呢，样样顺利，样样都能够齐全，能够圆满。所以我们在供天公的时候呢，特别重要要准备的哈、同样的也是衣食住行的供品。那衣食住行哪一个算是衣食住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许多供天公的观众哈、其实一定会准备这个，等一下，一定会准备这个天公，他的龙袍啊，天公袍，还有通天冠，以及这里还有包括他的靴子。看到吗？镜头在这里，包括他的靴子、他的龙袍啊、他的那个龙的腰带等等等呢，这一些就是衣的贡品。那我们为什么要准备衣的贡品给天公哈、其实就有如我说的，你想要求什么东西，你就要懂得去供什么东西给天公，无论是天公也好，佛菩萨也好，其实那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哦，在人间能够穿得好、穿得暖。我们也希望在人间呢，买衣服的时候呢，不用在那边左思右想啊，又或者在那里担心哈、不够穿，只能够买最便宜的。因为当你有这个能力去买更贵的衣服、更好品质的衣服的时候，这个其实当然也是你的财富增加的一个象征啊。大家不要留言说什么啊，没关系了，我穿很简单就好。这里不是在讲你穿的简不简单，这里是在说你有没有去修那个资粮，给你有那个能力。如果你想要穿的比较高贵一点，比较奢华一点哦，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买？所以供这个天公袍呢，它的意义就在此。而且我自己买这些哈，当然我明白有些观众可能能力有限，没有办法买到比方说这么豪华的一种贡品。我有看到在金纸店里面呢，也有卖那种比方说一整包的，就是一个配套天公拜天公的配套，然后里面就有包括了这个龙袍啊，比较简单了，当然就没有这么立体的。那比较简单，有那个天公袍啊、贵人纸啊、天公巾啊等等等在里面呢、如果你的能力有限，那样子 OK 吗？ OK。 不过我鼓励大家，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天公，如果你跟我一样想要感谢天恩啊，天对我们的一种厚爱呢，还有感谢他护持佛教，请佛注释，让我们这一代的佛教徒哈、有机会听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转法轮来说佛法给我们听呢，那以此这感恩之心，当我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自己会想要买更好的来供养天公。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他是33天主，在人间皇帝大不大，总统大不大，总理大不大，很大啊。你看总理啊，总统啊，美国总统啊，出巡的时候哈、左右边有多少个人护持着他一起出巡，对不对？因此呢，人间的皇帝就这么大了，更别说那么天公玉皇大天尊那么尊贵的一个神明，当然很大。所以我们准备贡品那一方面哈、其实有一个重点，一要够大气，因为他是皇帝，以及第二呢，不只是要大气。等一下，我忘记关掉我的电话声音啊，不只是要大气，你的贡品呢也必须要大方，不能够是太过的吝啬。如果你的能力 OK 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大大可以买。为什么？因为无白无薄比，有灵有验。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故事。好，衣服这方面呢已经说好了，那衣食第二个就是食，对不对？一般我们拜天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准备哦素食。所以请现在有755位观众哦，755位观众跟你们哦，请记得千万不要供荤食，不要烧猪啊、烧鸭啊、叉烧啊、烧肉啊，千万不要。因为天公哦，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不会忍心看到我们呢为了要供养他的圣诞哈、而大开杀戒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哈、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跟一种民俗的文化呢掺杂了在一起，导致大家哈、已经仿佛不知道呢什么东西是正确的，什么东西是个人的一种民俗文化。拜天神一定要供素食，那食那一方面呢有分两样，一般我们就会供，比方说那个因为是毕竟是那个圣诞嘛，对不对？所以圣诞的时候呢，当然就会是供什么呢？寿面呢、我们就会供，比方说在我身后的这个寿面啊，那个面线啊，等等等。而且我们也会哦，除了供寿面以外呢，我们当然也会供那个寿桃，因为就是恭贺他的一种圣诞的关系。就我们其实哦，大家如果说是比较西方文化，有些观众可能在西方国家不一定能够买到寿面，不一定能够买到寿桃，那怎么办？我告诉你，其实你买生日蛋糕也是可以的啊，你要选择没有鸡蛋的也可以，你要选择有鸡蛋的也可以的。贡品这方面呢，它当然有带着、我们华人文化长寿是吃寿面，所以就会供寿面。但如果你在西方国家没有办法买到寿面 longevity noodles， 没关系，你一样可以买生日蛋糕。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文化呢，我们可以变通一下。其实同样啊，天公玉皇大天尊呢也会愿意受供的，因为那个重点是你的心啦。你真的觉得天公玉皇大天尊一个这么崇高的神明哈，难道他对于我们供的这些什么五色果啦、寿桃啦、寿面，你真的觉得他那么的贪吗？你觉得他有可能这么的所谓我们福建话讲的话厌崩吗？不可能呢。可是当我们去准备，我们花那个心思去买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是在修那个福报，以及修那个因从之心，那个诚意的心在那边。因此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尽量自己供。我知道有些寺庙哦，他会说啊，我帮你供啊、你给我钱啦，那我可以帮你带焚化那些东西，又或者帮你上供等等等。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话哦，那还是你自己做比较好，因为你有那个付出，你有那个劳力的时候呢，你修出来的功德一定是更多的。如果你给别人帮你供哈，你出钱其实是很容易做的善，你不觉得吗？因为几乎你不用去想，你连那个东西去哪里买，你要花那个心思去扛那个东西回家，你都不用。所以给别人供的话哈，我认为可能就应了地藏经里面讲的那个功德，就是说供
供的那个人啊，念的那个人呢，他是得到六分，而回向的那个对象可能只得到一分。那如果你想要修福报，想要修功德的话呢，当然我就鼓励你自己去修，自己去供会比较好。所以好，这是其中一个食。那另外一个食呢，其实就是那个水果。我们在供那个，呛到自己的口水，我们在供那个天公的时候哈，有一个东西要非常记得的，就是说我们要买那个水果呢，一定要是符合一个天地可以吃的那一种水果。因为有些人哈，他们可能一般呢喜欢买一些比较便宜的水果啊，橙啊，苹果，就是我不能够说便宜啦，应该是说比较普通一点点的水果。可是哦，在这个大年正月初九的时候呢，我鼓励大家可以特别的去挑这一些真的就只有天公诞可以买得到的水果，比方说佛手。而且我们这个时候买这些蔬果呢，它很特别，它有时候这些果店呢，它还会跟你绑上这个红彩带啊，还会跟你贴一个这个什么字啊，吉祥如意，哇，相应了，因为我每次都跟你们讲扎西德勒哈，所以这一些水果呢，都是很符合天公身份应该吃的。那我在这里要先说明，我明白有些观众他的那个能力有限，不一定能够买。刚才买这个多少钱呢？21块。哦，刚才我买这个佛手哈，就已经是21块了。如果你的能力没有到这么好，那如果你问我说，老师不好意思哈，我的能力比较差。那如果我送比较便宜，如果我供比较便宜的水果，天公会不会看不起我？又或者会不会嫌弃我？答案是不会的。因为这一切的功德呢，其实是源自于你的心。我那天哈，帮一个客人呢看八字，他赚钱很厉害，哈哈，年纪很轻，30多岁而已，可是他一个月呢，他的收入哈，可以是几万块的那一种，甚至有时候是一个月的收入10万块。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从你的八字看你哦，你是一个比较吝啬的人，比较小气的人。然后他就不苟同我的说法，他就说，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我觉得我很善良，我都很愿意，我每个月都有捐钱什么之类的。好了，我不跟你吵，让你了。因为有时候哈，大家的那个智慧程度不一样，可能他对善良的定义而是这样，我对善良的定义是这样，因此有些东西就迟一点给他自己去自觉一下了。那讲着讲着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如果是捐钱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捐50块100块。我说，你还跟我讲你很善良，你说你赚很多钱，赚到你不知道要花在哪里，那为什么你会只是捐50、100这么少呢？起码都几百块啊，又或者1000块，对不对？如果以你赚的那个收入来讲啦。因此哦，一切在于你的心，你的能力 OK 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去买比较精致的水果，只有在这个天公诞哦才能够买到的，这是其中一个。那除了佛手以外哈，而且其实佛手呢，它也是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在那里。大家看到哈，它为什么叫佛手？因为据说啦，就是好像佛的手，因为佛的手指也是特别特别的长的。那当然我们供给天公，除了因为它是比较稀有的一种蔬果以外呢，也是因为我们希望哈，大家都能够比较长情一点点。那这里我还有准备了另外一种水果，就是这个柿子，也是在这个柿子并不是什么季节都有，就是在春节的时候我们比较会看到比较新鲜的一种柿子啊。那柿子呢，如果跟橙相比哦，也就是台湾观众好像叫柳丁是吧，跟橙相比呢，当然这样的一种水果呢也是比较尊贵的，除了那个价钱尊贵以外哈，它本身呢也是比较难买得到的。那除了柿子以外哈，因为过年嘛，也会准备一下那个柚子，我刚才在想广东话漏摇，也会准备那个柚子，就是你看到我背景后面的那一种。那我们都可以哦，在这个蔬果上面呢，无论你准备怎么样的水果，大家都可以在那个水果上面哦买这样的一种贴纸，
就比较有喜庆，比较有那个春意的感觉，不是好的春意哦，不是那一个，不要想歪了大家啊，这有福字啊，旺字啊，我有看到发字啊，春字呢。把你的供桌上的水果布置的更有一种节庆的感觉，因为要记得它是天地，它是天地，它的身份是无比无比的尊贵，人间的皇帝、总理、总统都那么尊贵了，天地怎么可以输给他们，对不对？因此记得买水果的时候，水果上面原本有的那个什么 Sun Kiss Orange 的那种贴纸，记得把那个贴纸拿出来洗干净了之后，自己再贴一个比较喜庆的这种贴纸上去呢，让你的供桌看起来哈、有一种很旺的感觉，真的好像给一个天地来受供的那一种 feel 啊。只要你有那个感觉在那边，我告诉你，你那一天去供养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的话呢，它一定下降，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个食以外哈，其实大家我买的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方便我在直播的时候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般我们去金纸店的时候呢，也会看到这种各种不同的斋食。那在之前那个佛教徒可不可以拜天公的影片里面，我有提到，我自己呢不会买这样一包好的，我自己是买散的，就弄比较大包一点。其实这个斋食有没有意义？有的，因为这里面呢，除了有一些甜的甜点以外，它里面还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在里面。这是道教用的一种祭拜的方式啦，就是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呢，我们供奉给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的时候呢，求的是什么？这里面求的就是一种平安。为什么供金木水火土能够求平安呢？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看八字很有趣的，是跟我们看八字一样的。我们看八字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知道我们哪一个五行不平衡，哪一个五行太多，哪一个五行太少。然后如果说是婴儿取名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婴儿的八字缺了什么东西，然后再给他取一个名字呢，来补他先天八字的不足在那边。因此当我们供这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的一种斋食给天公的时候呢，那个道理的意思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五行都具足，五行都平衡，这样子这金木水火土的各种灾难我们就不会遇到了，我们就能够真的达到了出入平安，阖家安康在那边，是不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听。那衣食，食那一方面呢，除了那个蔬果啦、寿面啦、寿桃啦、柚子啊之类一些比较尊贵的水果啊，当然葡萄啊，又或者那个桃啊、梨子啊，这些都有。那有一些也会供那种比较大的黄梨在那里哦。记得供黄梨要够昂才可以，不要是那种小小粒的。有一种是 honey pineapple， 就是它比较甜的那一种。但是大家如果你自己买的话呢，尤其是拜家中的土地公地基主又或者五方五土龙神、堂方地主财神呢，一定要买那个黄梨够高够大，以及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叶子一定要很茂密的那一种的啊。那当然我们也会准备一些甜点给那个那么天宫玉皇大天尊，比方说昂咕桂啦、那个红龟果，又或者一些甜的一种糕点啊等等等。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有啊，有些也会买剑盒那一种糖果。重点在于一定要丰富，二一定要新鲜。所以如果你有供年糕给天公的话呢，你的那个年糕不要看起来垂垂啊，你款 OK， 一定要跟他，因为可能摆了比较久一定要跟他抹干净。尤其是这种摆在户外卖的水果糕点等等等等，你一定要处理干净。那有些观众如果是福建人呢，他们也会有那个甘蔗香蕉什么之类的。五种水果，如果你能力可以的话呢，选五种水果。
每一种水果呢，除了是那种比较大粒的，好像说佛手它比较大粒，一般我们就一个，黄梨比较大粒就一个，香蕉比较大的哈，那就一串，但比较小型的，好像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柿子的那一种呢，一般我们就会供五粒等等等。重点在于一讲了，十讲了，对不对啊？甜的啊，斋食啊，什么都讲了。衣食，第三个是什么？住，住这一方面。因此呢，我们会供这个天宫殿，这个其实就象征我们供的那个住的供品给天宫。我自己哦，第一个家，我的结婚了之后的那个第一个 BTO 呢，那个风水非常非常的糟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天真的，因为我还不会风水嘛，大概十多二十年前，所以那时候我就请戴虎师傅去我这个 BTO 新家第一个家哦，去看我这个 BTO 的风水的时候，师傅一进到去，他就跟我说：“嗯，你觉得这个家的格局怎么样？”我说。师傅，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家的那个很温馨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师傅就跟我讲说，你真的是很差劲。他说其实这个家里面的格局呢是充满很多很多的冲克的。果真啊，其实我在那边住了之后呢，无论是我跟我的先生负债新币哦150千，我们婚姻那个时候差一点点哈、哦、就没有办法所谓的白头偕老天长地久呢，全部都在那个家里面发生。那如果你说，哎，为什么你请了师傅来帮你看家里的风水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先天格局真的决定了一切，有些东西靠风水可以弥补，但有些先天的格局哦，你就好像我们生小孩一样哈，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小孩生出来是个病儿呢，他一开始就会需要比较多照顾，需要比较多关注等等等，会花比较多钱啊，比较多心思啊什么。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一生出来就是很健康的那一种哈，相对的我们要花的心思，我们要花的那个金钱呢也会比较少，那个道理有点一样了。所以这个家的格局呢，如果将来比的话呢，那个格局是不旺的，不健康的一种格局。因此我在那一些年，因为都有在拜天宫嘛，我就特别买我那个时候能力可以的最大的那个天宫殿。我以前当然没有办法买这么大啦，师兄你拿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好像你看这个天宫殿哈，现在大概从我的头能够到我的大腿这一部分，它很大个，对不对？不过以前我没办法，以前我可能只能够买这样的比较小的天宫殿，一切依你的能力而定。那当然如果你的能力比较好的话呢，我就鼓励你哈，敢敢的去买，因为你只要有付出，天宫一定不负你。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那一些年，因为我们新加坡的祖屋哦，你买了之后呢，你一定要起码共住五年你才能够卖嘛。所以在那五年呢，我每一年供这个天宫殿的时候呢，我都跟天宫求，我说天宫，以前我的福分不好，我不懂得修因果，我不懂得去修善，我也不明白因果，所以一生人当中做错了很多事情，杀盗淫妄酒啊，做错了很多事情。但现在我知道了，我愿意忏悔，我愿意改邪归正，我愿意护持佛法。因此啊，我祈愿以这个供天宫殿的功德呢，祈愿你能够保佑我，让我将来未来际哈、哦，也能够有这个能力呢，住在一个好风水的家。我那个时候的发愿是怎么说？我说我能够住进这个好风水的家呢，一定有利于我的修行，也能够帮助我去广传佛法，去利益更多的众生。那个是那个时候我发许愿嘛，许愿那个时候我自己讲出来的一个誓愿呐、啊，就是说如果我得到这个家，我希望能够怎么样。而我现在住的家的风水是真的很不错。大家如果有看过我的一个旧影片哈，关于心灵风水重要还是那个地灵风水重要呢，我在里面有略略提到了。我就是搬进这个家之后呢，我的脸书、我的 YouTube 的关注和订阅呢，真的是步步高升，就一直升一直升到现在。所以我一年开那个八字咨询或风水咨询呢，我一年开放报名表格大概3-4次到5次，而且还能够选个人啊。
但是呢，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财富自由哈，工作上的选择自由呢，这些是要修来的。而通过拜天公，我是所谓的那个经历的那个人哈，个人的经历分享给1200个你们。我真的是这样子供天公殿跟天公求，求了5年，因为5年后才可以搬嘛，求了5年哈，然后现在给我住进一个很好，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好风水的家了。那所以这个供天公殿就是衣食住的那个住，衣食住行了啊，第三个是行了。可是据我所知哈，据大家所知，天公他应该不用开跑车，他也不可能骑脚踏车。那请问这些师傅，如果是行那一方面的贡品，我们可以供什么给天公呢？那当然啦，在这方面呢，行哦，没有办法是供那个车啊或什么，对不对？因为天公好像不需要嘛，所以我们呢就能够供，比方说，这是我个人哦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些贡品，我觉得我每年呢都希望能够买到的。师父把它叫为一帆风顺，因为它就好像一个船，可是它又好像一个元宝船这样子的形状。而这个元宝船上面呢，就在这许许多多，这边写着黄金万两的意思哈，有很多小元宝啦，然后也折成黄鹂啦。那如果不是新马这一代的观众，跟大家讲哦，这黄鹂呢在我们这边它的意思就是翁来了，翁的意思，旺的那个意思。因此我们特别多这种金纸哦，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都折成一种，把这个金纸折成一种翁来的样子，黄鹂的样子，就是象征你焚化给那个天公的时候呢，能够换来旺气、福气还有贵气。各位观众，我跟你讲，贵气很重要。有没有看过一些人，他身上穿名牌LV 啦、Chanel 啦、Christian Dior 啦、Ferragamo 啦等等等，可是他一生人穿的那些名牌呢，你怎么样看他，你都觉得他好像不是在穿名牌的感觉，仿佛是名牌在穿他。飞机飞过，等一下。我听不到。等一下，我停止讲。飞机飞很久哈，为什么这么晚了飞机还会飞？不是白天才会有这个训练吗？风顺呢，当然呢，我们就以供黄金、供金纸、天公金等等等呢，来祈求哈，我们的一切所行的东西，我们的事业的发展，我们的人生的一种方向等等等呢，都能够就好像这一艘黄金船一样哈，一帆风顺，它有这个意思。其实我刚才在那个金纸店哈，有一个贡品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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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特别想要买的，就是那个柴香。大家有没有看那一集我跟我的师父戴虎师父做的那个直播，关于柴香风水的，就是虎跃田庄，我忘记下一句是什么，虎跃田庄财富来吗？啊，应该就是这样。没关系，你懂我讲哪一个就好了。因此哦，我本来想要买那个柴香，因为我看到他们把那个金纸哦折折折折折折成一个箱子，哎呦，真的很好看呐、啊！可是卖光了。没关系，明年我提早那个阿姨那个金纸店的老板跟我讲说，哎，改成你要的话，你除夕就要订了，要不然就会没有了。那 OK， 一帆风顺。那还有我刚才讲的哈，如果买不到一帆风顺呢，那当然这个黄鹂的一种金纸哈，也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啦。新马这边的观众，而且他这边都有写着招财进宝啊，那意义也是一样啦，兴旺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边。除了这两样呢，基本每一次都要买的哈，
当然也是天公经。天公经呢，大家，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哦，我的婆婆会把这些天公经呢折成元宝。那现在呢，我们都能够买现成的了，所以大家买天公经，它折成一种元宝形状的时候哦，大家不要这样子整袋这样丢进去哦。我看过有些人焚化金子的时候，他就整袋这样子丢进去，可是结果问题就来了，你整袋这样子丢进去，你没有跟它拆散的话哦，它会冒出很多烟，就会造成呢你的贡品可能焚化的不够干净，而且会堆下很多一堆一堆的没有烧完的金子在那边，那就很浪费了，对不对？你买来的钱你都没有跟它好好的焚化完，所以天公收到你的天公经的时候也是零零碎碎的那一种。因此这个呢其实一定要打开，我看可不可以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已经折好，那折好当然就是方便焚化的时候可以比较快一点点，可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哦，把它，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心啦，把贡品整理好打理好，然后再把它做成那个，然后再把它哈焚化的时候呢，也好好的去焚化哈，其实也是能够显示你的一种诚意在那边的。买贡品的时候，如果大家可以自己去买，好过你叫你家的工人去买 ，OK？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能够多用心一点点。天官赐福，阖家平安。所以当我们开起来的时候，拿一支给大家看啊，所以就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烧，一个一个的烧，它就折成好像元宝形这样子，这样一个一个的烧。当然如果你有那个时间，你想要自己买了那个天公经自己折成元宝也是 OK 的，因为这一切一切是你发心，千万不要这样整堆一起烧，折出来一个一个烧，这样子一它焚化的比较快，因为大家知道吼，拜天公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在我们住公寓也好，住主屋也好，哈，我们新加坡这里哈是到楼下那里去找那个金桶来焚化的，所以全部哈都会在那个时间，就是初八晚上十一点就可以开始上供了嘛，所以那个时间大家都会在那边抢金桶，所以我们把金子好好的烧完呢，当然就有帮助我们哈，可以快一点。用完那个金桶呢，让给后面在排队的人，这个也是善念。记得天公诞这一天呢，一定要多多的展现自己的善念给天公玉皇大天尊看。那另外一点在这里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供这么庄严的供品呢？其实我们在修的哈，就是自身庄严。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为什么有些人他很有钱，可是他穿起名牌的时候，看起来却不像有那个穿名牌的样子，有没有看过？因为它少了那个贵气。因此当我们好好的去整理这些贡品，水果摆好，不要东歪西倒，洗干净抹干净，铺红布，如果是要开桌子供的天公的话，铺红布。那如果家中没有坛城的话呢，也能够通过那个就是自己买了这些纸的贡品之后哈，其实也是可以下去楼下就这样子焚化。那你在焚化之前，你可以向天禀报，就是说信女，比方说如果我啦信女李继谦在此祝贺，那么天公玉皇大天尊圣诞快乐。你也可以跟他唱那个生日歌，Happy Birthday to 天公，祝天公生日快乐。又或者如果你会广东话哈，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哎，不过他真的是与天齐，对不对？因为他是天公玉皇大天尊，所以都可以。这些你的一种唱这种生日歌呢，同样也是会让供歌嘛，通过供歌呢来让天公玉皇大天尊呢身心欢喜。他只要身心欢喜的话，掂噶啦，咩都掂晒噶啦。他只要身心欢喜的话，自然就能够天官哒哒赐福给大家。我在这里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我漏了讲的啊。有一点哈，在这边提醒大家，很多时候我们拜天公哦，不也是会买那个贵人纸，对不对？而我自己本身呢，如果买贵人纸的时候哦，我其实还会念出贵人纸里面
的每一个贵人的名字，因为很多人在拜贵人纸的时候可能就是直接拿下来烧。哎，贵人纸在哪里啊？这个啊？啊，对。哦，我看到了。那贵人纸上面哈，其实它都会列出不同的贵人嘛，对不对？比方说西方贵人啊，南方贵人啊，童男贵人。所以我自己啦，我焚化的时候呢，我会打开这个贵人纸，每一位贵人呢，我都会去念。所以大家如果中文不是很好的话，记得先在家里复习一遍那个汉语拼音啊，然后就去念。为什么我自己选择念贵人的名字呢？因为称呼，还有一点很重要，师兄太高，我没有这么高，我166而已。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哈，我们都希望有贵人，无论是在事业上、学业上，又或者可能家庭上，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如果是我们贵人的话，哇，我们的日子就很好过。可是如果不是我们的贵人，反义词就是我们的小人。但我希望你在求贵人的时候哈，你要问你自己，你希望有贵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当过别人的贵人？你有没有在人家需要你的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有一句话哈，是讲说哪一个卡通人物呢是最热心的？答案是什么？10987654321，答案是小叮当，因为小叮当会伸出援手，因为小叮当的手是圆的。冷笑话。好，在这里是讲说哈，请希望呢，如果你要求贵人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烧贵人纸，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贵人？因为贵人的眼睛不是瞎的，天公不是，这样讲有点不是很礼貌啊，天公有眼，对不对？天公不是瞎子嘛。因此哈，我们要求贵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很希望有人帮我，那我自己哈也要多懂得乐于助人，一个温暖的话，关心的话，又或者一个那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发那个简讯啊，问候一下对方。又或者有时候哈，跟人家讲话呢，我们尽量把语调放得温柔一点点，碎一点点，这些哈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去修贵人运的。这些东西，这些呢是一种形式啊，我们去供这些，我们花那个钱，花那个时间。你看我现在在这边讲哈，都讲到汗流浃背了。但重点是在于说哈，形式以外呢，你的心要符合天公的心。大家只会求哦，我要有贵人啊，我老公要有贵人啊，我的孩子要有贵人啊。可是呢，我希望这个正月初九大家去拜天公诞的时候哈，希望你不要只是为自己求，希望你不要只是为自己家里求。记得，无论你是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澳洲、美国等等等，无论你现在住在哪一个地区也好，我希望你都能够懂得为自己的国家祈福。因为天公不会是一个自私的神，如果他那么自私的话，他不能够配得起当天帝，对不对？他一定是很有众生的心啊，一定是爱天下的苍生，所以他才配做天公。因此，如果你只是为你自己求的话，那你的那个菩提心就是那么的小。可是你懂得为国家求，无论是求这个瘟疫能够早点退散，又或者求这个疫情期间哈，有些疫情肆虐的比较严重的国家呢，能够得到一切的医源的配备啊、治疗啊什么等等等呢，这一些就是把你的那个爱心哈才放大一点点。我看到有很多人写说贵人纸要写名字才有贵人帮助我们，讲的是没有错啦，但我也想很认真的告诉你啦，以我的个人经验哈，还有临床试验来讲呢，有些东西如果你忘了写，又或者你不会写，但你烧的时候哈，你所求的东西是不会落空的。如果你本身的命格呢，以及你的善心呢，已经符合能够有贵人哈，天上的贵人自然会降落在你的身上哈，就算你没有写的话呢，其实它依然会降在你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你身上的磁场已经和贵人的磁场吻合了。
吻合了，好像那个磁铁一样，magnet一样呢，它自然就会被你吸引而来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财神是喜欢跟住大方的人。因此大家在向贵人求的时候，又或者向天公求的时候呢，请记得把你的心放大一点，再放大一点，再放大一点，不要只是为自己的家庭求，记得为自己的国家，为整个社会求，这样子天公一定会特别苏嘎利，因为你的心没有那么的狭窄。那我在这边看一下大家有问我什么问题。那个，请问老师几点开始要先准备什么去拜拜？这是那个沈圆圆女士，我不懂那个字是念圆圆还是燕燕哈，因为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不过沈女士，我刚才说了，就晚上十一点初八，初八晚上十一点呢就已经是子时了，我们就能够上供，又或者焚化这些供品给那么天公玉皇大天尊。拜天公可以跟天公许愿吗？无言通，可以的，说出你的名字，比方说信女李继谦，祈愿将供养功德回向给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讲出你自己心中的愿望。那如果你是要回向给别人，比方说哦，我想要回向给我的母亲，母亲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生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希望我的母亲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把这个愿望说出来。但记得重点是尽量集中你的愿望，不要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这么多，写重点集中在一个愿望就好。因为那个十块钱如果分给十个人，每个人只有一块钱，不够用，对不对？可是如果十块钱完全只给一个人用的话呢，那他就更快的可以看到他的愿望实现。林婷女士，李老师您好，请问如果有白事在身，已过49天，可以在初九进庙拜天公吗？还不行，还不行，因为过49天的话，其实身上依然有那个孝在那边的，还有带孝的，无形的孝啦。因此我鼓励你其实严格来说呢，应该是一年内不可以进天公庙。所以大家如果家中有白事呢，其实今年可以向天合掌啦，还是可以祝贺，但就比较不适合去进行这个仪式。那还有一位 Jesslyn Lee 女士，我从小到大没有在初九拜天公，夫家是在广东，自家在广西，都一样，去庙拜拜可以吗？可以的，如果要去庙那边拜天公，就是天公庙那边参与的话也可以的。那当然之后多的呢就是那一分的心意，因为我们去庙里面买现成全部人家做好了，对不对？那你自己去买，因为你的那个劳力，你的汗水我现在流很多汗，你的汗水等等等呢，这一些呢功德都是你的，从来没有空求，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有灵有验。那我这边有看到一些问题，不过其实在直播的前面我已经有回答了，那我就不再重复了，要不然重复下去的话我这个直播就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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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啦，感谢1200个你们，我刚才讲了，我刚才有说为世界祈福，叫他们把那个爱心放大一点，不要只是为自己求，因为天公爱苍生，他必定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守戒，能够行十善。十善不是捐钱哦，不只是捐钱哦，大家去找找看什么叫做十善，佛教的定义。那还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要是这样的话，我相信那么天公玉皇大天尊一定会护佑我们天下苍生，让这个新冠状病毒能够早日离开我们，那我们大家都能够百无禁忌，不用再戴口罩了，不用再有这么多的局限了，大家也可以去旅行，我也可以去找我的师尊，我很想念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快点去朝圣。好，供养天公的东西呢都是以阳数为主，也就是单数啦 odd number 为主，所以一啊三啊五啊等等等都可以。感谢各位观众听我哈拉哈拉了这么久，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获益，来跟天公殿合照结束直播。师兄帮我拿好来啊，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啊，家中有白事的今年就不适合上供了。 OK， 我是李继谦，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时恒吉祥。
就让大家在上供给南无天公玉皇大天尊的时候都能够欢欢喜喜，从今天以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改恶迁善，必得天公玉皇大天尊的天心。再次的嘞。